谁的家人特别多？国家。对，国家的。什么地方天天去？酒吧。这是你内心的想法吧？厕所。对。谁能解开猜谜语？谁能解开猜谜语？谜底。什么天气会流泪？下雨天。什么酒不可以喝？碘酒。对。什么水不可以喝呢？开水烫嘴是吧？雨水。雨水也不是。墨水。什么有脚不走路？椅子。什么有眼看不见？盲人。什么无眼看天下？什么无眼看天下？猜不出来。猜不出来吗？天天也不对。